谢谢大伙儿啊，再次感谢大家，真是知道个大伙儿家都不容易。嗯，真的这两天来说能感觉到，你看好多朋友吧都戴着口罩来的啊，身体有点抱恙啊，那打着点滴的呀，还有戴着口罩的呀，这儿还有打点滴来的呢。哟，这是打点滴听着相声的，好家伙，都有，这都是对我们的一种爱。是，有的朋友人来到这儿啊，人家可能啊想看看我师傅郭德纲。想看看于谦老师，嗯，虽然两位都已经不在了，但是对于我们这帮演员，他们也不在了。你乐什么？哭四出，这是第五出啊！你至于这么高兴吗？我这是高兴。我就说人家不在唐山了，啊，吓我一跳啊！你别，你哭什么呀？你，哼我这个捧哏来说跟别的捧哏还不一样，就是没头发啊，这是一方面，人家人这他这个正常脱发，有的是脱发，有的他这是化疗。我谁呀？您，我这是他们正常脱发，我是自个儿刮的。您也是岁数大了，多少有点这个就是地包天的感觉，是吧？地包天是牙，老师，您是想说地中海是吧？啊、对，地中海，我的天哪，沾地就有。你说要说咱有头发的，就是理解不了这个你们的痛。你也长不了多少了，嗯。您今年可能岁数的原因，您今年多大了？哎，这我不瞒各位啊，我今年都42了。四，我32，22。你说你是胎盘？没见过有这个捧哏的，这就是胎盘成精了，像话吗？但是我没想到你42，我真42，真42，不瞒各位，这么巧，这么寸。你也42？不是，那怎么巧呢？跟我脚一边大，有可比性吗？我这也一个是年龄，一个是尺寸。我这也42的。你再抬，我看能抬多少？差不多了，有味儿好像。你是不是脚对脚勾脚来着？这会儿知道嫌弃我了？你不嫌啊？这是我的好大哥。哎，真的，他比我小点。对，我呢，他是42的，他42岁，我呢今年31，我们两个这么多年合作了，干什么？好，我推一八音盒，怎么了？你哪儿就31呀？您不比我大吗？我是比你大，但没比你大那么多，大那么一奶奶。好，就削削大那么一点儿，大那么几岁吧。我是85年的，对，作为85年来说，你再约你们几个出去，就那小村，我看着你们了，你们的，还有你们啊。别说了，越说人越多，好，3000多人一块儿约你，这嫌你了是吧？1885的，对，就是别人迁坟的时候把我忘外面了，回去了。站着，没走多远，叮，他又会了，他哪儿都想往回跑。1985年的，哎，没错。但是这个1985年的现在来说已经不年轻了，岁数也稍稍大一点了，都今年38，也快40了。不是这一撮是骑着驴来的，是怎么？你们干嘛呀？你们这个在这一一的从头到一到尾，别叫姨，叫姨父。哎，姨父都叫你了，马元老师叫老公，谁喊的老公？给我站起来！那秃子是不是你？哪儿就是个没头发的呀？我感觉喊老公了，老公，你受得了吗？这个称呼，他受不起啊，他真受不起啊！你坐地好，你都快坐剧场外面了，你还在那喊，可能那后边暖和啊。对咱们的喜欢，咱也能感觉到。嗯，就说的年龄啊，对的年龄来说，不再年轻了，是没有这帮小鲜肉年轻了。到后边还有年轻的呢。对了，这算是中流砥柱，砥柱了，对不对？您说清楚了，中流砥柱，咱这词儿就谈不上。来德云社呀，这你多少年了？我来德云社15年了。15年，你说骗了15年，谁说的呀？后6年才骗的。捧个演员怎么叫骗了15年呢？在桌子里边，你现在10多年，你说过多少句话，是不是能查过来？那也不一样，他们捧哏的词儿就是嗯啊，这是哀海忧河别停腾，就这么点词儿。你先等等，
哪有别停腾啊？没有。有没有那个演员那个节目啊，拿扇子打你们的脑袋？别停疼。你回忆回忆你挣钱的时候。我要挣钱，我挣的也不是别人的钱呢，我呢。是不是有这环节啊？有哪个环节？你说捂坠子是吧？是不是吧？啊，那是工作的需要。拿扇子打。但我们不连一块说。我不来这个。那刚才谁来的那是？我也愿意来一下。我的搭档，我的好哥哥，不允许任何人诋毁他，哪怕动他一根头发都不可以。对对对，就他一人薅，知道吗？我舍得吗？舍得，有舍才有得的。俩人合作了都有10年了，13年了，兄弟。喊姨的也是你们吧？起哄架秧子，他们主第一。你这都忘了？我们来说，合作10多年了，搭档来说呀，也有一定的默契了。嗯，说学逗唱来说，我真说哪有个崩瓜掉字的，人家在台上都帮衬着我。现在实在接不住了，我也想让人家露脸，我不想那些逗哏的老欺负捧哏的，说捧哏的傻弱智缺钱脑残。你这是干嘛呢？我不说这，我只是举例子。那不是还是说了吗？您不一样，我比他们加个更字儿。你干嘛老这么妄自菲薄呀？我这叫妄自菲薄呀！啊，我认为你比他们都强。德云社那些捧哏的加一块都不如你。你是说尿酸吗？能耐，你这话都过了，我都不信。那天有一哥们问我说，德云社捧哏来说，你说是于谦捧的好还是那个孙越捧的好？我听这话我反手啪我就一大嘴巴。哎，体育馆也刮风啊。我说这俩人当中为什么没有郎鹤炎？为什么？你真是这么问他吗？ Why？嘿，凭什么没有我的搭档郎鹤炎？今天在这儿了啊，咱们在唐山3000多位同仁众位，我问问你，我于老师孙老师，我们仨谁捧得最好？于谦。不是，对不对？你用屁股想，他是于谦啊。不是我想的，是你想想。对对，那怎么还非得有我呢？因为我不想让孙越垫底。说了半天还是没夸我，您瞧瞧，我夸您呢。德云社捧个演员，除了那个孙越跟于谦，您就是在里边激励鹤群的一位。那玩意儿谁看得见呢？激励鹤群？您不30几，不是40几？我42，兄弟13年，连我多大岁数都忘了。我想跟您说年轻点，42属鸡的，在鹤子科里边立住了，激励鹤群，合情合理。哎，这成语是这么拽出来的吗？就这么巧妙。哦，那你属牛的在鹤子科里边怎么算呢？对牛弹琴。挨着吗？那这就挨着了。不挨着。他怎么还挨着呢？不挨着。这是我雇的托。不不不，我觉得他们像我雇的。哎呦喂。给钱没有？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好家伙，好了好了，又退票了。好了好了，我的身体是有限的，这么多人喊人退票，又没说要你命，接待不过来。老话嘛，都是红尘是非客，对吧？是客我们都得接。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不老词儿吗？啊，招待跟接没关系，对不对？来到这儿不就是为了听相声来的，不就为了开心吗？多新鲜的娱乐场所吗？3000多人的娱乐场所，人家来到这儿，人就是为了寻欢作乐来的。可以了，可以了，对不对？啊，就看咱们俩人说相声，但是也得把你能耐展现出来，让大伙开心开心。那咱干嘛来了？捧哏的基本功，您来了。我还可以。你别老是给我捧哏，把肚子往桌子上一放。您说那是孙老师，可能不是我啊。展示展示。展示什么呀？说学逗唱4门功课，是不是也行？啊，还可以吧，不敢说行，对不对？嗯。说来讲，嘴巴的干净利索，吐字发音得非常的准确。对，要不咱们这么着吧？嗯，没听清吗？要不咱们那么着？要不咱们怎么着？你是跟人吵架去了是怎么着？嘴皮子干净利索。哦，干净利索，这不绕口令吗？对了，你看我们有那个红绿绿绿绿绿，
像这种绕口令就是比较简单的了。刚才您说的是绕口令吗？你耳朵拉屎。驴驴驴驴。他耳朵。红鲤鱼，绿鲤鱼与驴。对了，往后掉掉掉掉掉着。我发现他就没掉到地上。门后钓刀刀刀钓着，钓鱼要钓钓钓鱼，不是钓钓鱼，钓鱼要钓刀鱼，钓刀鱼要到岛上钓，钓鱼要钓刀鱼，钓刀鱼要到钓，钓刀鱼，什么什么，钓鱼要钓刀鱼，钓鱼要钓刀鱼，刀鱼，钓刀鱼要到岛上钓，你这个绕口令说的忒好了。很难的，你们以为容易吗？哦、比方说最简单的书份本份书本份这个书份儿，我发现你这个吐字发音呢很准确呀、啊。你跟谁说话呢？你看我说的唐山话，他们都爱听。要不咱下去吧，我请你吃炒面条。走，你说的炒蘑菇、烤香肠。你说的是唐山话？他说的正宗吗？正宗吗？我听着怎么像锦州的呢？我质疑了吗？质疑了吗？我啥时候说锦州的？你现在就是啊。我锦州的，我抻脖子受不了啊。说，对，你现在壳里待着，你别老抻出来。祝你长寿啊，这是小龟。咱聊什么呢？聊天呢，对不对？就说绕口令，我们都得会。啊，都得会最简单的。还有什么复杂的？最难的那个。哪个？你来最北的。你懂的吗？最难的，比方说大伙知道那个扁的，那扁的长的太简单了。打南边来个喇嘛那个。打南边来个喇嘛。对，那我说不上来。那个，不是您这俩，您都一个简单，一说不上来。您不是来一个当不稀的说，不是能说不上来吗？您来一当件的。当件的啊。黑化肥发挥那个。哟呵，这个挺棒的。那个难不难？那确实有复杂的。跟你说，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哦哦，这个简单啊，这是初级的，给你来个骨灰级的啊。黑化黑灰化肥，灰会挥发，发灰黑会为黑灰花会回飞。你猜我说对了吗？哎，咱让他再来一遍。好，再来一遍，你看两遍一不一样就得了。我争取错的一样。错的一样，刚才那也没对。你谁说的？刚才就对的。哦，听着啊，嗯，黑化黑灰化肥，灰会挥发，发灰黑会为黑灰花会回飞。你们给我录下来，回去再听一遍。我再说一遍，你看一不一样啊？黑化黑灰化肥，灰会挥发，发灰黑会为黑灰花会回飞。你们回去吧。说三遍，明明一样，他们说不一样。你先等会儿，先等，冷静一下。别生气。我天哪，观众都在这边，你跟这边跟谁说什么？都在这边呢。我让他们回去吧。就众仙家，众仙家都来了。我说你老想回家呢。今天都来了，今天来了很多大腕，大伙都不知道什么，梅艳芳、张国荣都在，就，都来这捧场来了，都是我的朋友，都是哥们姐们的，都捧场来的。哦，你什么时候回去？我这次来。别动我！我这次来。别动我！我可要开大了啊！我想带你一块儿走。我朋友，我才42，让这鞋42的你先走。行，我其实不想带你走，您呢最少还能活20-30。不是，兄弟，这碰假了啊！我这102我也受不了。没有，我说20-30，20-30不是72、102吗？不是那30，那20-30？9:30、10:30，10:30啊，9点以后八成妻离子散。鼓什么掌啊？鼓掌啊 ！So good。花姐，希望您健康长寿。万一有一天我这台上说着说着相声，人家那个第六排那胖子站起来了。第六排的胖子跟咱12个月了，是吧？这些年都是他啊。第六排的胖子站起来，贺伦，别说了，你旁边的搭档死了，我死你边上，你都没感觉，啊、都招苍蝇了，有这么快吗？你这时候我怎么办？你把炉子架起来呀、啊，我还给你烤了啊。对呀、啊，这不正好是生意吗？好家伙，你学什么王妈妈呀？你跟这儿。来来来，我看看怎么个字儿。
来来来，我看看。你干嘛呀？你像个正常人一样。我要像正常，你就不正常了。我那意思，我会很难过，真的。真说有一天你要是不在了，嗯，我很难过。有一天我要不在了，您怎么办？我请大伙吃饭。我不在了，你们吃得下去吗？你们还有心情吃？你肯定是喜丧。我不在了，你们最喜欢的一个喜剧明星、相声演员，他离开了你们，而且是永远的离开了你们，你们不难过吗？我特别欣赏你这种反问式的导词。你肯定是个喜丧，我们一块儿给你办一个 comedy funeral。你慢点说，我能听懂。喜剧葬礼。真说有一天老狼我不在了，您说实话，咱俩合作这么多年了，没有点感情吗？不难过？哎，咱不玩笑了啊！假如有一天你真的是不在了啊、生老病死都难免的，那我也就不说相声。干嘛去？我这不，不是，那我就跟我媳妇一块过日子了。罢了，这是好兄弟。嗯，真说有一天，你要是不在了，怎么样？我跟你一样，我也跟你媳妇过日子去。呸！你干嘛呀？我拿签子扎死你！我别，我的意思你不在了，对不对？你嫂子谁来照顾？嫂子长得那个屁股，不行！哪儿这时候我你喊出来了？跟我争，那情愿给你了。跟我争，你有那个实力吗？跟华强争，你有那个实力吗？哪有他的事儿？哎呦，别闹了啊！嗯，我都希望健康长寿嘛。彼此彼此。对了，我们啊，就是想把相声发扬光大啊。咱说相声为了什么呀？为了钱，不是那个，为了前面的艺术。要说钱，我先反手一大嘴巴子，你知道吗？为了钱，你说相声这么多年，你敢说为了钱，你对得起列祖列宗吗？你对得起那些死去的相声的老前辈吗？侯宝林、马三立、侯耀文、郭德纲，你对得起谁？谁？相声前辈？谁？刚才你再说一遍。侯宝林去世的啊。马三立对。侯耀文还有谁？马季还有吗？没了。不对，刚才第四个不是他。第四我明明听的是张鹤伦吗？幻觉，幻觉，都是幻觉，幻觉。一忘一忘都一忘，去年的烦恼和姑娘。你肯定会比我走得早，我告诉你。为什么？他们全在上边呢，都是朋朋友友。来说，为什么提到刚才说是梅兰芳啊？啊，周那个张学友，外边那还在健在，对不对？张国荣啊什么的，那都我的偶像，对呗？往事不要再提，人生一多风雨，纵然寂寞不去，爱与恨都爱在心里。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忘了你却可以，忘了我却太不容易。可能是唱错词了。无能为力。哎，你又知道了？不是，我知道，李宗盛写的嘛。哈，张国荣啊，他的歌都是梅艳芳。梅艳芳啊。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看歌词呢，刚才就因为睁眼了把词给唱错了。就我都喜欢，因为我们那个年代都喜欢这一类的歌曲，八零后嘛。对了，我们八零后的回忆啊，嗯，当时那时候比较经典的伍佰、哦、对不对？嗯，伍佰的演唱会我发现他的歌基本上不用唱，对，只需要弹一下吉他，音乐一起当、哦、高渐离这是啊，高渐离得开有来了，五百不用开大，而且就一下的、哦、听见你说，我天哪，情欲难测，道路是脚步多，我已习惯你突然间的自我，挥挥洒洒将自然看通透，当当当当当，那就不要留，时光一过不再有，你远眺。哎，我发现他比说相声的容易。这回你知道伍佰开演唱会多容易了吧？
他只是要弹一下，挥一挥手，就甚至说一句那边的观众，还有那边的大合唱啊，人家这也是咱青春的回忆啊。嗯，还真是。当年还有小刚，周传雄。对，让我讲。那是小刚吗？那不还是伍佰吗？俩人唱花场来了，这是。这小刚是，还有谁？哦，那是冯小刚。我自己都没想到，我会想到冯导，真是，这好比肚脐眼放屁，怎么讲？怎么想的呢？这是。您这话呀，也有个俏皮话啊。那是？好比是老太太钻被窝。怎么讲？给爷整笑了。就你这模样啊，就好比是熊猫叫外卖。怎么讲？损到家了。好，今天呢我就让这小刀拉屁股啊，开开眼儿。您先把那漏一手先擦擦吧。拿哪擦呀？你在乎这个吗？我不在乎，别人在乎。哈，就是我们的青春回忆吧，小刚，对不对？嗯。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热。黄昏的地平线。都把眼睛睁开。还看词儿。这个小刚，还有那个我们那时候的就任贤齐啊，是，对不对？那个他的歌太多了，伤心太平洋，对，伤心太平洋，什么那个心太软，天涯，那个是什么那个小薇，小薇不是他唱的，那个他又跑黄品源那儿去了，黄品源啊，黄品源，对，小薇，嗯，太多了，哎呦，还有小娟儿啊，小娟儿，小薇。哎，小娟那个歌手是不是已经故去了？他唱这个，啊，又回来了。我刚才好难，我居然掐不到你的脖子。没辙，一直都在壳里。命运都无法遏制住你的喉咙。好，哎，任贤齐，我们那时候周华健。周华健，你拍自己干嘛呀？对，我喜欢的偶像吗？啊，小娟儿，还有小娟儿。小娟儿，这是一个著名的歌手，获得了那个格莱美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一个歌曲。你往电影那儿靠什么？都获得了。哦，格莱美还有你呢。哎，有。小娟儿来说，大伙儿的有想听的，给来两句啊。一半一半。哎呀，我的天儿啊，破鞋露脚尖儿啊。没钱我光脚丫儿啊，外边飘雪花儿啊，邻家小妹瞧见了是眼泪含眼圈儿啊，她是我的心肝儿啊，起名叫小娟儿啊，闭月羞花沉鱼落雁比我胖两圈儿。小娟儿，大伙儿都会。对。都有呢，都喜欢这种流行歌曲嘛。我们那时候喜欢的，嗯，那时候最经典的，后来的周杰伦，啊，对不对？周杰伦小名你知道吗？有这我不知道。王老八。周杰伦人家小名王老八，周杰伦小名王老八你都不知道？不知道啊。哎呦喂，他唱的歌都知，他唱的歌里边都说出来了。怎么唱的？这么唱的，有哪首歌？我们的开始是很长的电影，放映了三年，我票都还留着，冰上的巴黎，那晚钟还在旋转，脚底下踩着针呢，是的，望着你，慢慢忘记你，没说这小名啊。后面啊，再给我两分钟，
让我把记忆切成冰，别融化了眼泪，你妆都化了，要我怎么记得？哪儿呢？听着，记得你叫我王老八，记得你叫我王老八。你说你会哭，不是因为在乎。再给我两分钟，让一分钟我都不想等了。您这是王老八吗？记得将我忘了吧。王老八，你闭着眼睛唱也看错词儿了。记得你叫我王老八。你不叫张鹤伦吗？你是不是周杰伦？别胡说八道啊。周杰伦唱错了，对不对？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一树寒里放前朝的飘逸，而我只为遇见你伏笔。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习武之人切记，忍者无敌，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习武之人不屈一身正气，嘿哇呀嘿。唱了一大杂烩，哎，当年改编的作品，嗯嗯啊，周杰伦，偶像嘛，啊，后来的四大天王，四大天王，魔力星、魔力红、魔力海、魔力兽，这四个是哪儿的？四天王不是那四个庙里的那个，我知道他们不唱歌的流行歌曲四大天王，有，对对对，那个隐居萨瓦心里呀，没门儿，你唱万物生干嘛呀？唱的歌吗？他们刘德华、郭富城，刘德华、郭富城、张学友、张鹤伦，这四谁？怎么这么不要脸呢？没有后边最后那个刘德华、郭富城、张学友、张立民这四个人，本名也没有。刘德华、郭富城、黎明、张学友，是是是。黎明的代表作是什么？今夜你会不会来？不去。疯了这人啊！约我门没有啊？你沾粒儿就走啊？人家那歌曲名字今夜你会不会来，郭富城的代表作是什么？对你爱不完。你要怎样？你我要喝药了。我要怎样？我的个天哪，你们快把他带走吧。刘德华的代表作那太多了啊，谢谢你的爱呀，然后这个中国人呐，对，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这分明是一种痛苦呀，哎呀好痛苦呀。你干嘛呢？谢你的爱。不客气。就跟你客气了。你不是跟我客气，你唱的这是什么呀？谢你的爱啊。人那歌是这么唱的，你怎么唱出四川话来了？就是这么唱的吗？不是普通话的呀。就是这么唱的。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你不行你就看看中医去，小针儿已经解决不了你的病了。这是那你说怎么唱？你不会唱你听我的。好啊，好好听我的。他这人呢瞎来。不要问我一生曾经，我唱，我唱，你唱，你唱，这片都你唱。那他这儿我更正一下，他跟我这儿起哄架样子。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我知道了。知道什么了？刘德华唱错了。好，我回头批评他。对，你认识人家吗？啊，咱们别改歌曲了。刘德华，对不对？还有张学友啊，张学友的《吻别》多么经典啊，特别好听，国外都翻唱他的歌曲。 Michael and Stroke 这个乐队翻唱，对，人家获得过格莱美，对，就是麦克劳特了，就是他们谁麦克劳特，麦克劳特，麦克考不考他呀？还麦克老狼呢？还泰米图有哈，
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before I'm all. 啊，那还在蹦字母的，你看看。Show me what love is. Heaven get 个牛。get 个牛。Show me what wonder can be true. 你不要再唱了啊！你还敢唱呢？后面我就不会了。你看看不会了，嗯，还这么大脾气。中文这么经典，为什么要唱英文啊？您自己个儿唱的英文呢？谁说的？中文很经典的。你唱中文呢？中文经典，但是现在来说，我觉得不够经典，因为现在大家伙已经把这个歌给遗忘掉了。也不能说全遗忘，应该把它的词儿改一改。怎么改？哎，加入一些经典元素在里边。比方说呢？比方说《唐诗三百首》，你放到这歌里正合适。这不胡来吗？这是？真是可以的。唐诗，你这背的，你怎么唱出来？我行啊。你又行？当然了。您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竟然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了万重山。吃咸了是怎么的？月落乌啼霜满天，相逢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这个夜半钟声到客船。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曲项向天歌。什么菜呀、啊？吃成这样！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商女不知亡国的恨，隔江犹唱双截棍。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的辛苦。怎么样？还有点这意思。当然了啊，当然了。哦，裤衩着火，当然了。全是这路俏皮话，你看真的啊，这就是能耐。这不是能耐，您这改歌，您唱的好的没动过的那个改过的传统的传统的啊，传统的那我要唱一个，那就得唱个大伙都不会的。大伙都不会，您会吗？对了，您会。你们说我唱点你不会的行不行？你唱一什么我不会？唱个耗子行不行？哟，这我还真不会。哎，可我有一个你也不会。你唱什么？我唱猫。我听听你那个。我先听你那个。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那我要唱黑猫警长不过分吧？我以为你要唱那个老骚猫那个呢。我都没听过这歌儿，你哪个耗子？劳动耗子。哦，劳动耗子，这我也知道。比方说工地上的杂夯耗子，就是唱出来的。对，在工地干活也是大段的唱词。哎，最好都是好几个人唱，两个人以上。你会吗？我会呀。你要会，你真会啊？当然了。你可别骗我。当然了，裤衩着火，当然了。咱中国人不骗中国人。那压根儿咱也不骗自己呀。那咱俩来一回。怎么来呢？你要会的话，咱俩撸个不往袖子，像个干活一样。现场来个劳动耗子，行吗？太好了。来，露出我修长的胳膊，特别的点题。哎，跟白莲藕似的。我俩差多些。这玩意儿也没有什么可比性。他这么短儿。哎呦我的天！关键是看谁干活有劲儿啊，来卖力。这也干活像干活的样啊，多新鲜！撸胳膊往袖来一回啊，来了啊！我就喜欢这个作品。来这夯绳啊，来了，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哎嘿呦。竞赛到了高潮啊，哎嘿呦啊，歌声震天响啊，哎嘿呦啊，红旗迎风飘啊，哎嘿呦啊，你可那教授家啊，哎嘿呦啊，高了高的入云霄啊，哎嘿呦啊，叽叽喉咙咙的转，嘿，地动山也摇，嘿，高山能推倒，嘿，英雄们智谋高，嘿，开山有点转，嘿，咱就老屌，嘿，汽车拉材料，嘿，用不着那人去挑，嘿，咱们俩打地基呀，嘿嘿，越起行越高啊，嘿嘿，大楼随风涨啊，嘿嘿，观众们心一跳啊，嘿嘿，祖国大建设呀，嘿嘿。英雄们干劲高啊，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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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怎么这么快呀？就是这么快呀，怎么这么好啊？就是这么好啊，怎么这么高啊？这个就是高啊，这个怎么高啊？说是你听着啊，大伯不问这个，地动也不摇啊，就是在那下呀，大楼能顶着啊，天地也不倒啊，万年也是老啊，即使只是功吧，叫人就省料啊，就是功就是料，多快好省，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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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了。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哭四出，表演者刘鹤春、关鹤白。谢谢大伙儿啊，今天是张鹤伦的相声专场，对，来到唐山演出，心情很激动哦。平时啊啊很少能来到咱们这儿，这倒是啊，我们俩上来呢，嗯，可能有的朋友对我们不是很熟悉，哦，不太认识，哎，上来做个自我介绍啊。那您说说，啊，我们俩跟鹤伦呢是同一批的相声演员，我姓刘，叫刘鹤春，啊，是我的名字，谢谢谢谢谢谢。身边这个老师呢，有的朋友对他可能了解哦，这个老师姓关，嗯，叫关之琳，这在我们德云社来说，哎，非常有名气。不是你要脸吗？啊，你要脸吗？怎么了？就你这德行，你还想跟关之琳站在一起？吓死你！不是你不叫关之琳吗？我早就不叫了。那还是叫过？什么叫过呀？不是，哪有关之琳呢？您叫什么名字？关鹤白。哦，关鹤白。哎。姓关名鹤白，是字之林。这个老师，我非得有之林呢。啊，您不叫这个？没有那字之林啊。关鹤白，关老师，其实我们两个人跟鹤伦呢，我们当初学艺的时候，哎，大伙儿都愿意跟他一块玩，因为这个关老师啊，在我们师兄弟里边岁数最大，啊，他脾气最好，对吗？我没记错的话，您是光绪16年出生的吧？那你肯定记错了。是吗？我没见过光绪。你连光绪都没见过啊？你见过？我也没有啊。废话，你见一回你都活不到现在。不是，我记得您岁数最大呀，在师兄弟里。大也不能那么大呀。您哪年出生的？80年。80年出生啊？今年100多岁了。这100多岁的相声演员可不多见。你要这么说，我见过光绪。那你还是见过？我上哪儿见去？谁100多岁了？您不说80年出生吗？哦，1880年呢。哪个80年？1980年。1980年，今年多大了？43岁。啊，43岁。嗯，这是我们德云社的中年相声演员啊，关鹤白，终年43岁。今天站在唐山的舞台上跟大家告个别。你要走了吗？我得走了啊，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看一看大好的河山。不是，我刚才哪说错了吗？您说的是人话吗？怎么了？什么叫中年43岁？中年演员43岁，我说的不对。你刚才是这么说的吗？那我更正一下啊。享年43岁。什么叫享年呀？就是我想您今年43岁。我用你想我啊？你甭想我啊，嗯，你想想你自己就完了。想我干什么？你今年40岁。对，刘鹤春中年40岁，你活不过我。我哪就活不过你了？就死得早啊。确实我们俩岁数差不多少啊，当初一块学的徒。这关老师跟我们呢这个生活当中爱好不一样。拿您来说，怎么了？您除了说相声，生活当中就是耍点流氓，您就没有别的爱好了吧？什么叫耍点流氓啊？你媳妇儿告诉你了？啊，不是，你生活当中谁耍流氓当爱好啊？就是你没有别的业余爱好吧？没有了，没有了。嗯，我跟您不一样。你耍流氓去？不是耍流氓，我呀，平时喜欢看一些个舞台剧。舞台剧，哎，你看台上说相声啊，私底下看一看话剧呀，哦，歌剧呀，嗯，舞剧呀，包括戏曲，哦，我经常的看。哦，对您的表演有帮助。哎，就借鉴不同的表演艺术。嗯，可是同样是舞台艺术，怎么样？您就拿这个唱戏来说吧，跟说相声有很大的区别。那，啊，肯定不一样啊。说相声用的是这个生活当中的语言。嗯，平时怎么聊天，台上怎么说相声啊？对，可是唱戏就不一样了。唱戏呢？唱戏是城市化的语言。
是吗？就是都是对，一会儿都是套路。嗯，哎，这个戏曲里边语言呢，它比较简练。简练。咱们举一个小例子，这句话我没听明白，您再说一遍。啊，就这么一句话。怎么了？搁在戏曲舞台上就四个字。哪四个？你待怎讲？哦，你待怎讲？你待怎讲？嗯，四个字概括了，对吗？您先等一会儿。我们相声演员经常说：“您先等一会儿。”戏曲舞台上就俩字儿：“且慢。”哎，还真是“且慢”，就拦住了。就是您先等一会儿。嗯啊，这要是吃惊，吃惊就是仨字儿。哪仨字儿啊？呜呼呀！听着跟要死似的。呜呼呀！呜呼呀！吃惊。哦，哎。啊，生气呢？生气怎么来？生气就更简单了啊，就一个语气词。哦，这就是生气了。这就是生气了。哦，可生活当中没有这样的。生活当中，你跟你媳妇生气啊，你媳妇冲你，你儿子在那儿。像话吗？这个还真不像话啊！我们家动物园是吧？哎，所以说生活当中没有这样的啊。另外来说，这个戏曲它排节目也特别讲究。这讲究什么呀？你比方说京剧唱这个折子戏。什么叫折子戏？就是一段一段的。哦，今天晚上唱四出戏。嗯，这四出戏怎么排列？嗯，最好是一出文戏，一出武戏，一出玩笑戏，一出苦戏。哦，插花着这么排，类型不同。嗯，四出都是文戏，观众坐不住，坐不住，因为节奏太慢了。啊，再搭上演员岁数大点儿，嘴里边再不太清楚，还不清楚，一上来这样的，什么样？我给您学一学。您来来啊，文戏，一叫板，吞，先把假牙吐出去。襄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请那有余。我听得挺清楚的。抖了抖了狮子。哒哒哒哒哒哒哒。坐在马桶上了。从上来到坐下二十分钟。那么远。再一唱二十分钟，好嘛，往下走二十分钟，谁受得了？嗯，哎，这是这个文戏啊，文戏就这样。四出武戏，这行，这热闹啊，热闹也不行。怎么了？观众看得紧张。这有什么紧张的？上来一个武生，汤汤汤汤，翻16个跟头，一会儿又上来一个，汤汤汤汤，24个跟头，再上来汤汤汤汤36个跟头，再上来汤汤汤汤48个跟头。妈，跟头开会是吗？啊，观众看着紧张啊。是，好，卖力气，不错，有点意思。我讲，哎，我讲，心脏病犯了。这什么观众这是？哎，所以说四出武戏也不行。哦，太闹腾。四出玩笑戏就不如听相声了。嗯。最要命的是四出苦戏。苦戏怎么了？苦戏观众看着难受。观众看着难受。演苦戏的灯光跟我们这灯光不一样啊。就是一排惨绿色的地灯。哦，观众打坐在那儿就想哭。那到了火葬场了，那是又不敢哭出声来，怕影响旁边人睡觉，怕影响旁边人看戏。谁看呀？眼泪在这个眼圈里边直转悠。我还真有眼泪。这个劲儿最难拿了。什么样啊？我给您学一学。那您来来吧。啊，往这儿一坐，观众难受啊。他是得难受，你把那凳子上钉子拔下去就不难受了。怎么了？这观众扎着了是怎么着？不是扎着了，他看台上看得难受。这有时候有多难受啊？那得，这戏看着怎么那么惨呢？别人演的时候没这么惨呢，别人看的时候也没这么惨呢。他唱这出戏怎么那么惨呢？哎呀，要说这出戏呀，啊，我看过啊。什么戏呀？这出戏叫《铡美案》。哦，包公戏。你看台上那个小娘们儿啊。哎，说话注意 啊！什么叫小娘们儿啊？台上那个
那叫什么小佳人，台上那个女的呀，嗯，就是秦香莲呢。对，秦香莲自幼许配给陈世美为妻啊，俩人关系挺好的呀，两口子呀。后来这个陈世美非要进京赶考去啊，是，那就去吧，千里迢迢来到这个东京啊。可是到了东京一看呢，啊，这东京还不如大阪呢。这一琢磨，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干嘛去日本了是吗？不是东京吗？哪个东京啊？哪个东京啊？东京汴梁。对，到了东京啊，啊，可就汴梁了。妈，冬天去的啊。可是这个陈世美到了那儿，啊，参加了这个科举考试。对，哎，没想到这个小子走了狗屎运了。怎么了？得中了头名状元了。啊，皇上很高兴啊。是，就问他在老家有媳妇没有啊？啊。可是要说这陈世美太缺德了。怎么了？丧了良心了。什么意思？他把老家的媳妇儿啊就给忘了。啊，不是忘了，他没想认。他说没结婚。嗯，皇上高兴啊，就把公主许配给他了。对，就把陈世美啊，嗯，给招了驸马了。啊，招了驸马了。招什么？招了驸马了。他怎么不招一蚂蚱啊？招什么骂着呀？什么叫招了驸马了？皇上的女婿，那叫驸马，给招了驸马了。对啊，他是招了驸马了。嗯，秦香莲在老家多不容易呀，一个人伺候公公婆婆。后来呀，公公婆婆想儿子想死了，哎，可是没有钱买棺材安葬他们呢。秦香莲呢，就把自己的头发给绞下来了。哎，对，扭头就找那个收废品的去了。收废品干嘛呀？都卖头发去了。收头发的，把头发卖了啊，换了点钱买了一领芦席，把公公婆婆给卷上了。对，没钱请人安葬他们呢，怎么办呢？抓把土啊，就把他们俩给埋了。俩蛐蛐儿啊？谁说俩蛐蛐儿？抓一把土就给埋了，一把一把的土把公公婆婆给埋了。您说清楚了，你说容易吗？还有俩孩子呢。对，一个叫东哥，一个叫春妹。嗯，是这俩。你说容易吗？东哥不容易啊，小孩啊，啊，在德云社说相声啊，跟谢金搭档，两个人呢。哪个东哥呀？啊，李鹤东啊。啊，还啊呢还啊，哪有李鹤东啊？不是李鹤东。废话，要李鹤东谁敢不认他，一刀一刀都给他剁了。是谁？就是东哥春妹。一个东哥，一个春妹啊。秦香莲在老家这日子过不下去了。是，怎么办？找丈夫去吧。啊，找他去了。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嗯，没有高铁，没有动车，没有火车，没有飞机，也没有小黄车，连二维码都没有啊，手机都没有，要那玩意儿嘛呀？怎么去呀？啊，走着去啊，只能走着呀。那个年代女人是裹小脚，哎，五个脚趾头有四个给窝折了，剩一个大的，你看摁摁图钉合适了，你看见没有？谁拿脚摁图钉儿？哎，走着，秦香莲带俩孩子去找那个啊，找那陈世美去了。可是到了东京汴梁，来到驸马五福往里边一通禀，哎呀，太缺德了！怎么了？不认他们娘仨呀？啊，对，啊，轰撩出去，就把秦香莲和俩孩子轰出来了。你说你怎么那么狠心呢？你说是？那亲骨肉投奔你来，你都不认吗？你甭说亲骨肉了，就是街坊四邻来投奔你，你不请人家吃顿肯德基吗？哪有肯德基？这就给轰出去了啊！是轰出去，娘仨没地方住啊！嗯，住在那个土地庙里头。哦，半夜三更啊，嗯，又派这个韩琦杀庙来了。哎，追杀他们。韩琦挎着大刀，砰，把门踹开，噌，把刀拔出来一下，哎。秦香莲拽过来举刀要砍呢，两个孩子在旁边吓坏了，妈妈妈妈妈妈，带两只鸭子就出来了。你说容易吗？后来韩琦没杀他们呢。啊，是，好样的，抹脖子自杀了啊。我所以说呀，奉劝在座的姐妹们呢，姐妹们找对象别找渣男呢，真是不容易呀。要说秦香莲这个命运太苦了，我看完我心里边这个难过呀，我
受不了了。这不是有病吗？这个不是，我说你要实在看不了这个，你就别看了，你回家吧。我回什么家呀？你走吧。我不能走啊，这不活受罪吗？后边还有戏呢。还有戏呢啊？是吗？他们说了。说什么呀？这个大幕一拉上再拉开就换戏了。哦，哎，那您看看，拉开了吗？拉开了。换戏了吗？换戏了。换的什么呀？白毛女，我的天哪！白毛女太惨了，白毛女，白毛女，白毛女呀，她名字不叫白毛啊。对，也不叫女啊，她叫喜儿。多新鲜呀！喜儿他的爸爸叫杨白劳啊，啊，杨白劳杨大爷不容易啊，杨大爷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啊，没招过谁，没惹过谁呀，还是个老实人啊，就是借了这个地主的钱了，嗯，啊，得罪的这个地主叫啊黄世仁狗腿子叫穆仁志，高利贷，大年三十逼着杨大爷还钱，嗯，还不起钱呢，啊，就逼着他签字画押卖闺女，啊，拿喜儿抵债。杨大爷不能卖呀，那是自己的亲闺女，怎么办呢？逼着他没办法了，喝盐卤自杀。各位朋友，盐卤啊，点豆腐用的盐卤，喝的就是毒药。杨大爷端着这碗盐卤，他咽不下去呀，他实在是那个滋味不好受。啊，那滋味实在是不好受啊，他咽不下去呀，他，实在是他咽不下去呀，他，他是不好受这滋味。你给他拍个黄瓜就好了。拍什么黄瓜呀？他没有韭菜，他不好下去。喝的是盐卤。什么盐卤？这不是白酒吗？这。我看挺美的，是的，这是下不去，下不去呀，他可能是酱香的，咚咚咚咚喝完了，啪，嗯，把碗一摔，当时就死在这儿了。那还不死？大年三十逼死了杨白劳。哦，喜儿哭的是惊天动地呀，嗯，没有人敢管呐，那没人管的事儿，喜儿害怕呀，啊，怕得罪这个地主，得罪这狗腿子，就赶紧跑到这个深山老林里头去了。没过半年的时间，头发全白了。嗯，后来这个事情啊啊，让梁羽生知道了。嗯，写了一本小说叫《白发魔女》。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挨着啊。后来这个新社会了，把这个喜儿救出来了啊，焕发了新的生命。对，喜儿做点生意吧。做生意？卖茶叶。还卖茶叶？喜茶吗？这都什么跟什么呀？您这。哎，可是想一想，杨白劳杨大爷死的可太惨了，喝盐卤自杀的呀，大年三十，你说多惨呢？这老头真是不容易。我看这老头没你惨。行了行了，您要是不愿意看呀，您就趴那儿待会儿吧。我待什么待？后边还有戏呢。还有戏呢？有戏。是吗？他们说了，大幕一拉上再拉开就换戏了。那您再看看。这回拉开了吗？拉开了。换戏了吗？换戏了。这回换的什么呀？孟姜女。我的天哪，孟姜女呀，孟姜女太不容易了，孟姜女，这个孟姜女命运也惨呐。孟姜女自幼许配给范喜良为妻，嗯，对吗？可是两个人结婚的当天晚上，范喜良就被人抓走了。抓走了？被秦始皇的人抓走了。干嘛去了？修长城去了。哦，可是这个范喜良是读书人呢。对，手上没劲儿啊。啊，修长城修了没多长时间，嗯，就累死了。苦力呀、啊、累死的就把范喜良啊，嗯，骑到长城里头了，就拿这活人垫了机了，就给你说范喜良容易吗？来的时候还是建筑工人呢，到这儿变了建筑材料了，他就给埋上了。可是这孟姜女在家里边，她想丈夫啊，看看去吧，那年头不像现在，没有高铁，没有动车，没有火车，也没有小黄车，没有二维码，没有手机啊，
只能走着去。对啊，小脚。对啊，四个窝舌喽、啊、两个大拇指摁着图钉就去了、嗯、千里迢迢啊就来到这个长城工地上了、啊、还真到了啊。这个孟姜女就问这工头啊，问什么呀？说您看见范喜良没有啊？啊，工头说死了、嗯，死了好些日子了，都埋起来了。哦，这长城修到唐山了，是吗？啊，唐山段、啊、不是，他这个工头说话就那样，没听说过。哎呦，孟姜女一听啊，嚎啕大哭啊！那能不哭吗？他这一哭可不要紧呐，啊，哭倒了万里长城啊！哎，有这故事。后来这个消息让秦始皇知道了，嗯，秦始皇也嚎啕大哭啊。他哭什么呀？该修好的。对，全白修了。这容易吗？孟姜女这命运多惨的，孟姜女，我实在是看不了这个，孟姜女。太惨了，不是，您听我一句劝、嗯，您要实在真的是看不了，您出去溜达溜达去吧。我不出去，干嘛要不出去？我出去，我这座让别人抢了。你管他呢，你这看不下去了。后边还有戏呢。还有，他们说了，啊、嗯，大幕一拉上再拉开就换戏了。那您看看，啊，这回拉开了吗？拉开了。啊，换戏了吗？换戏了。换的是祥林嫂。哟。不容易，祥林嫂，你实在不成，你死这儿得了，太受罪了。祥林嫂太不容易了。祥林嫂有个丈夫啊。谁呀、啊？祥林呐。对，有道理。你怎么跟傻子似的呢？我让你感染了。祥林嫂的丈夫他不叫祥林吗？不能叫贺春。他丈夫能叫嫂吗？不能啊。祥林嫂的丈夫叫祥林呐。是后来这个祥林呐，嗯，死了。哦啊，哦，又改嫁了。嗯，嫁了一个丈夫叫贺老六。哎，嚯、啊、贺老六不错呀。啊，人好啊。啊，虽然说他叫老六，但是他不是那么老六。这个什么话呀，这是啊。不是，但是挺好的啊。可是贺老六啊，啊，后来也死了，也死了啊，就留下一个儿子啊，有孩子叫阿毛。对，哟，甭提多可爱多漂亮了，好着呢，让狼叼走了。这娘们太方人了，狼把孩子叼走了啊。祥林嫂整天的哭啊，我的阿毛啊，我的阿毛啊，能不难过吗？没有人敢管呐。谁管呀？啊，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啊。不是有这么句话吗？什么话呀？寡妇门前是非多。哎，还真有这么一句，寡妇的滋味啊。关老师您是知道的。对，谁知道啊？我知道吗？我又不是寡妇。你不是寡妇，多新鲜。对对对，你媳妇儿是寡妇。你媳妇儿是寡妇啊？什么乱七八糟？你媳妇儿不是寡妇？不是。你也不是寡妇。废话，我男的。我的天哪，我看戏呀、啊、我都哭糊涂了，我都。你少看吧。我今天我这不是看戏来了。你干嘛来了？我这是哭坟来了。哎，别说了。